化解我带戏，最后一回合，我魔鬼就是大回合。哦，基本上用黑胜队很稳很快，而且我用的方法应该是很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放了常驻真伤脚哦，梗都破了，都破梗给各位听哦，所以大家应该知道玩法了。哦，这我常玩那个之前中常玩大圣，所以大圣的一些配法配技我比较多，但我希望用快一点的方式教大家怎么用。冰花也可以，不错，冰花也可以。龙科好像不错，基本上菱形，不要那个转动就好了啦，我觉得是这样。第一关一样可以除哦。从来不花钱租佣兵的，不是，是因为有你们可以帮我 cover， 所以我才不用租佣兵。来，哦，我尽量快点，看可不可以跟刚才一样快哦。当然，我不会这么蠢的弄了98回合啦，这样是蛮蠢的一件事。以前干过这么蠢的事啊！我真的磨了98回合，我以前干过，忘记是哪一部影片了，有机会找给各位看。OK， 开，第一个状态。第二个状态，第三个状态，密奥义，叮！啊，开始，为什么没有挤掉？开错了，再一次，好像是因为附加的关系，了解吗？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有人知道为什么？刚好87回合，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来看大家知道为什么？我相信应该不止大家错，连我都很错愕。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八七回，所以现在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了？有没有知道了？其实我以前有跟大家提醒过这个问题是会发生的。等一下应该我是弄不掉了，我猜我是弄不掉了。那个谁答对了 ？Chen Win， 间距相冲，没错，应该是间距的问题。因为间距的技能只能一次开一个，所以我刚不能开第二个间距，这个是问题了。所以我可能是要磨98回合的意思就对了。好。我们再开一次试试看好了，我想想看哦，没有办法，我开间距这个就不能开了。难道传说中的98回合就要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吗？没看过时光总在生游戏的哦，我第一耶，三款你们98回合敢摸过？
Who am I？ 平民百姓看到无？我看人安尼耍游戏的无？无看过吼，第一届吼，第一届看你赚到啊！看我的咪咪咪，看到无？看过人安尼耍无？无看过啊！我告诉你，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啊，百姓转啊！怎么转？哦哦，骷髅头呢？他们足惊哎，我好怕。来吧，这个不到最后，百姓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我看过有人这样耍的哦。今天让你看到了，你没看过没关系，我今天就让你看。化解，你妈你不想出来？火狐先给关掉好啊！啊，你是给干嘛嘛？我是不差啦，两倍嘛吼。我看过时光组个九十八没有干磨过哦。我试看卖，看我发到磨等来无？我告诉你哦，这个开着很重要，这个一定要开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伤害会变低。哎，了解哦，这是控力道的一个机制，控力道的一个机制。我现在攻击力剩下四分之一了，所以打下去基本上不是太痛。No。解完了，专心看靶心七大死因哦。Take a look at， 看我如何把九十八回合磨过去啊！告诉你，当你配卡配错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要用战术把它磨回来，知道吗？这就是诀窍啊，就是关键啊，各位啊，那就要看解我再细。最后一回合，我磨过九十八回合，舒服啊！有没有看过实况组这样磨过去的？没看过啊，我也没看过、啊。好亏，把它磨回来。哦，我们虽然说失误了，可是我还是可以把它救回来、啊，看到没有？七大死因照旧不误了，跟你讲。哦，自己提醒过观众，就自己也忘了啊。啊，还不如带肥婆没真伤啊，是没差啦。这效果要达到就好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哎、欸，记得哦，现在增加伤害了哈。Get in！手消随机指定康波盾移哦，没关系，就让它移吧。就是开。千万不要再开了，再开也吸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看看我攻击力多少呢？看看 ，get in， 333万5013，没有很多了，但是就是可以送走了。嗯哼，隐身盾，恭候锁技师啊！哈，就让他锁吧。啊，这队有没有稳？哦，请记得八风王啊，换一只有状态的哈、哦，就是可以附加状态上去的。哎、欸，我刚讲说八风王还不错，对，就放进去忘记他跟那个这个什么流影晕染冲突到了、哦，这个之前有跟各位提过，就自己也忘了哈、哦。其实我开下去的时候，我错愕的那一刹那我就发现问题了，不过来不及了。八风王有点酱油，哎、欸，八风王没有酱油，没有酱油，开玩笑。哦，没有酱油，没有酱油。你没看到刚才我要破那个手消指定康波盾，它就可以用了。对，啊，你要说有一点点是有一点点的、啊。我靠！
靠北啊，他打怎么痛啊？他打的还真奶奶的痛嘞！好，如果回复力不够，有没有记得从这颗珠子来？要了解哦，要善用手中的卡牌，发挥最大效益。他现在的效益就是补血效益。解锁啦，你完蛋啦，因为下一关比较好打，所以我决定先把你送走。嗯，你还送不走呢？痛哦，补血。哎呀，少一康。没关系，因为我是要左下角，所以回复率非常 OP， 会非常 OP。好，开，我们来看一下幽冥卫城一 combo 会多少血，这才是重点。千万不要再开八风王了，八风王转下去没什么屁用，你可以直接留用晕染了，留用晕染了。好，再看一下攻击多少哈，一 combo 哈，漂亮，335万，怎么那么巧啊？300多万而已。还真太那样，有点少。路径隐藏持续哈，下一关很痛哦，所以25369算一下。乘上打5000多而已。好，这一关可以的话，我们就一波把它带走哈。不过。不会是这回合了，是等一下了。没从角落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要从角落啊。看来我前面都用从左下角起手，哦，因为回复力，我希望回复力高一点。好，基本上满血的时候，我们伤害给他高一点好了。嘿嘿，缺心珠，缺心珠有点危险。既然缺心珠，我们从右下角哈。这时候，反正对不对？就八凤凰开下去啦。三康不？死人嘞，大会死人嘞，你又搁较含嘞。阿好，卖水果，死了我，看林老师哎，这个有点难度哎。看有没有消到。有消到，有消到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啊，两回合，哈哈，超想补血机出来。好可怕啊！哦，运用了它左下角跟右下角不同的特性来做一个稳定性的输出哦。我炸的戏啊！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不然早就 GG 了。因为左下角增加回复力啊，这很关键啊。我看等一下跳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赶快把它送走吧。不然这个我怕珠子记得不是很好哦。对他以为 OK 啊。对，但是看，这实在太危险了。开，
开，开，开，哦，300多万而已哦，不多哦，不多，但是都是可以一波带走的。锁光啊，没关系，锁光让它锁。哼，这锁的太锁了吧？应该从左下角起手了，因为回复力的关系。现在就是把那个珠子都把它消消掉哦。我们要回复珠就好了。哎，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。我开火屋会震伤，先关吧。为什么要用这一队？感觉会 GG， 因为投票出来的结果啊。哎，大家想看这一队啊？稳定魔队哦，基本上八凤凰换一只啦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还特意不用木妹哦，哦，所以这边可以换木妹啦。同样格子嘛，你换木妹是不是就很稳？那我故意不用木妹，就是耍帅，可以吗？啊，不过你不用木妹的话，你这次换木妹，你还是要磨98回合哦，所以自己评估好不好？甚至我这样讲好了。这只把它换成真伤角啦，也可以啦，常驻真伤的啦，就是例如说像那个水的那一只那个妖精，忘记叫什么鬼了、喔。啊，其实看到我用这一队，你们就应该知道怎么打了啦，因为我这样磨都磨过去，随便配你们应该配得过了。火物会增上。真伤，对对对，火会真伤，所以我把火物关掉了。因为这打比较痛吧，所以我把它关掉了，比较稳一点。13901，我看一下、喔、下一关13901乘0.2，2000多滴，所以这一关可以爆就把它爆过去了哈、喔。哦，八风王有人说没有用，马上试给你看。我们来看八风王有没有用。嗯哼，有没有用啊？善用手中卡牌有没有？发挥最大效益，这就是哦百姓教大家的一个诀窍哦。六 combo 的天降八，就是一波带走的氛围。看看多少工作力，看到没有？13899543，看到没有？1000多万，你说他强不强？强啊！状态把我笑掉了，无所谓了，我们还是给开了。哦，因为刚只是要那个状态而已。下一关打比较多一点，所以而且静消心哦，所以你这一关不能轻易的送走他。哦，静消心哦，哎。静消心，哎、欸，所以这关用打的打过去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呢。刚才还没过，因为我不用赛特呢。因为如果我现在这关一波带走，下一关会 GG 耶。有没有？你要看清楚关卡特性啊！我现在这一波带走，下一关不能消心，很细耶、欸。等一下火物，我们再来开火物哦。
想看回合数啊 ？OK 啊，打完给你们看，应该回合数还好啦。我现在录多久啊？我看一下，26分钟，而且 还是有失误的哦。通常我磨过去的时间，你们大概只要1/2的时间就可以。我大概有估过。哦，火尾让亏了哦，把伤害弄上去哦。那记得要补血哦，我做了个叠珠哦。哦，因为用火物，基本上我磨的速度会快很多，非常多，两倍的速度。你看那个扣血量都是有感觉的，这时候就可以唱另外一首歌了。我很有感觉，你和你说的一切有没有？把人家章鱼哥改成这样，可以开艾德加黑帝斯哦。哎，是可以加速，但是我怕会有意外啊。这个你知道神天降这个名词哦，你应该有听过哦。哎，通常在这个状态下我是会遇到啦。如果真的要开哦，我个人的建议啊，我个人建议是可以开黑帝斯啊。跟流影晕染，就这样就好，这样是可以开的。有没有看到？为什么他就算过了我也无所谓了？不过要小心一点。哎呀，刚才没有那个，好像没有从左下角哦，不然应该送走他了。哦，右边做叠珠哦，双叠，150至200回合，没有啊，你要算我前面那个98回合就要加进去了，你有加进去吗？前面就已经98回合嘞。这你没去打过，因为什么不带多点属性？三属啊，不是三属就好了吗？因为我没有带犄角啊，所以没差。我第一关还是可以磨，只不过我第一关就天降把它弄走了。现在魔队比以前好魔很多，欸，对了，关卡说真的不要设计太虐玩家，我认为一定都是这样，尤其在设计的时候你虐玩家，你就等于是把玩家赶走啊，可以让他有点难度，有点掉，这很难控制啊，有没有？我这个没有跳，可是无所谓，我就直接弄过去了哦。音效不错，因为它是大风的音乐啊。好，弄过去了哈，一样，我们状态是不能挤的哦。那么，我来开八风宝好了。跟各位提醒哦，八风网哈，这波亏袂使。三秒转珠，应该是 OK 啦。哦，三秒转珠了哦，应该 OK 了哈。手转六康波应该及格了哦。因为我可以吃不多，我你爱安尼啊。为什么感觉消珠不是很多的感觉？哦，两颗星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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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哦，1100多万哎，
多了200多万，应该还好啦，应该还好啦、哦、OK 啊 OK 啊，我有你看看这个跌出的氛围啊，这个跌出的氛围，我看清楚了，破2秒剩3秒，失败，哎，黄金队，欧了，跌出完了吗？